即阵啊，各地头樱花正咧大开，嘉义阿里山的石道就举办集地看樱花活动。黄乐乡嘛有百外丛的北中樱开花，吸济济游客来欣赏。民众伫樱花树下翕相。十八日间，嘉义地区天气真好。虽然拜六有上班，不过也是有真侪人来到欢乐半天岩这座免费开放的樱花园赏花。看到这边的花都开了。网路看到的。对，网路看到。漂亮吗？这样看。漂亮。值得吗？值得。嘉义地区的气候因为温度低，佮加上无落雨，真侪有种樱花所在，即阵啊长咧大开。伫遐石都地文化协会嘛配合春樱开花，为三月初一佮初七要来举办暗时的活动。那搭配我们石桌社区的樱花季节，我们茶文化协会特地规划了我们夜间的茶席。那我们希望说游客在那个赏樱花的时候，晚上也可以这晚上夜莺品茗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一挂社区配合樱花举办地色的活动，阿管处嘛有起真侪条步道设施，希望民众欣赏樱花的时阵，嘛会当体验阿里山多元的地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